进入广告，广告。腾讯视频 V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。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我要反馈暂停，下一集0:06:24直播，6:24弹幕高清，超清 720p， 高清 480p， 标清 270p， 倍速 0.5x 1.0x 1.25x 1.5x 2.0x 倍速播放。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，取消广告，广告天空才是它的极限。姆巴佩大巴黎进球全纪录，看看人家的19岁 50% 75% 100% VDK 0762XZHVHL 播放模式 HTML5HD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年 250% 视频协议 HTTPCDN 150.138.233.185 下载速度，缓冲质量，真属错误吗？版本号 3.4.37 2018年8月21日12:35:36播放流水 9359D94F 10FBRF81144F01-03145F7020-01 本地日志，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，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天空才是它的极限。姆巴佩大巴黎进球全纪录，看看人家的19岁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RRPUSHV 的 K0762XZHVHL ING HTTP News GTIMG.COM News App ARS 0495640954064048 00 Big 西班牙媒体阿斯报消息，皇马有机会在转会窗截止日拿下姆巴佩，欧足联对巴黎圣日耳曼的处罚将在8月30日之前宣布，而在这之前巴黎要决定是否买断姆巴佩，如果不买断姆巴佩将回归老东家摩内哥，这时候姆巴佩与摩内哥的合同将在2019年到期，皇马有机会再一次趁火打劫低价拿下姆巴佩。姆巴佩去年夏天加盟大巴黎，当时是以租借的形式，而买断费高达 1.8 亿欧元。巴黎在 2.22 亿欧元买下内马尔后，忌惮于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政策，只能选择第二年再全额拿下姆巴佩。由于内马尔的转会金额过大，巴黎很可能在没有拿下姆巴佩的情况下就将受到欧足联处罚。姆巴佩的买断决定要在下周以前做出，如果不买断姆巴佩，大巴黎将失去对姆巴佩的控制，而如果买断姆巴佩，大巴黎很可能遭到欧足联直接处罚。欧足联在2014年开出过罚单，对曼城和巴黎两家俱乐部罚款6000万欧元的重额罚款，并且连续两年的转会投入不能超过6000万欧元。而欧冠报名人数从25人缩减到21人，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一直青睐姆巴佩。近日摩内哥老板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弗洛伦蒂诺每次见面都会抱怨没有卖给皇马，而皇马这个夏天按兵不动，就是要等待拿下内马尔、姆巴佩甚至是拉扎尔的机会，库尔图瓦的转会就被看作是超值，而姆巴佩如果有机会拿下，转会费将不会超过1亿欧元，姆巴佩世界杯后的身价肯定不会低于2亿欧元。皇马如果这波操作完成，相当于省下1亿欧元，